Hey， 大家好，我是醒猴。Hey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来哟、哦、来哟、哦、来哟、哦，来看一下哦，这个陈浩居然又玩纳克罗斯啦，救命啊！哇，这个是不是队友准备遭殃啊？我跟你讲，这一场要么就是我很强，要么就是队友很强才能赢啊。好，那么纳克罗斯呢，一个标准的蓝 buff 起手式，也没什么好挑剔的，就是这样，蓝 buff 给他起下去哈、哦。那对方有夸克，可是你看啊、哦，现在夸克在、我下方那边搞事。那表示说呢，他们的答案应该是在对应的蓝区蓝旗，那对方是银咒啊，那银咒本身呢可能也会红旗。那我这边呢想了想，看了看，觉得好像可以去对方的野区逛一下晃一下。那这边呢想说有没有个红 buff 可以拿，居然没有红 buff。这时候上路还留了一只小野怪，好了，不拿白不拿啦，反正这只野怪板也是要给他们凯撒路，就直接给他收掉哈。那不过通常有些人玩纳克罗斯呢会直接蓝红起，然后反对方 的另一边的这个大 buff。 那我之前看到队友呢在抓对方的夸克，马上追过来，我这时候可以判断银咒应该还在吃蓝，果然还在吃蓝，一个挑飞之后他刚吃完但还没上市，很可惜他抓到我们伯顿，一个二技能往前很少拿了一个双 buff。 来这边看一下对方的特安纳斯，他应该是交了一个疾走，所以招就进了一战嘛，龟兔赛跑。那我这边想说要把这个野怪吃掉，然后上四的。那这边看到伯顿好像想蹲特纳斯，我马上心领神会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我直接一个挑费搭配伯顿撞回来，那这特纳斯基本上走不掉了，拜拜。好，那在顺利的前面呢拿了两颗人头，那这个灵魂猎鹰先不拿，因为我怕对方的银咒会冲过来。虽然说他可能他如果是红起的话，基本上啊应该要回去红区。那这边你可以明显的知道哦，现在银咒在下喽，他是想要吃这魔龙。那我们呢基本上不跟他打，因为我觉得打起来有点危险，因为我还不太能够判断。哦，完蛋，有一个队友是不是要死了？好，我们的井就这么的拜拜嗝屁啊。那这时候呢龙战呢其实根本就不用打了。那你可以看到我在这里走路的时候，行走的时候，我尽量避开对面的小兵兵哦，不要被对方的小兵给看到。那马上呢长驱直入对方的红 buff， 那你可以知道对方是一定可以抢到魔龙的啦，基本上 95% 可以抢到，如果抢不到的话真的就要回去回去拜拜了。好，那所以我们这边就来把对方野怪反一反，可是我看到银咒的影子了，所以呢我就往这个古龙靠，不然的话这个银咒应该会先去吃那只小野怪。那我们这边先吃这古龙，那看到我们的佛伦给你啊，不要是不要呢我就把它拿走咯。那我跟你讲，伯顿这个角色呢在这版本呢真的是蛮强势的，他很容易在前期就带起一些风向来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看一下对方中路能不能打。我们其实一直在吃野怪的同时啊，一直在看其他路是怎么样。那纳克罗斯在这个版本其实机动性非常好哦，他也是一个蛮强势的打野角。那中路这边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杀，但罗的血量蛮多的。那这时候你看银咒还在下路，我想说算了，应该是要去下路帮个忙，而且我的红 buff 也差不多要重生了。这里进塔之后看一下，罗好像可以抓一个一技能大招绞起来，但他好像带了这个死神镰刀，那我这边顺利的先拉掉。对方银咒紧接着跟上，我一个横扫凿他之后，想说一技能挑飞，哇，结果他还是去找我们的法师哦，这边法师直接就嗝屁屁啦，直接 see you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对方银咒算野怪被我偷吃了几次，那再来就是也被我杀了一次，但他的经济还是比我高啊，有点小危险。我这边赶快的吃自己家的野怪。那我们在下路看到了夸克，还有对方的射手。那我判断银咒，不用判断，银咒就在上路，所以此时此刻下路是可以打的。我这边进来不小心，哇，被夸克吸到。不过没关系，这夸克基本上温系力在嘛，一个一剑跳飞之后往前大招绞起来，绞在对方射手身上，搭配伯顿再把他弹回来，顺利的在下路的我们收了两颗人头。那这时候上路防御塔爆了，对吧？那罗准备靠过来，不过他们下塔好像快爆，这样很少扫一下下塔基本上快爆，罗也不太敢进场。那银咒已经抵达中路咯，所以我们这边怎么样要去帮忙。我看到银咒的血量好像两个很残，我觉得好像可以，我马上扣一个集合踹踹看能不能抓一下看看。那这边等待对方好一个挑飞之后马上再拉掉哦。那这一波的话我只是路过而已啦，刚好路过，但我觉得我们的佛洛伦的位置有点太深了，这个位置进去的话很容易被对方抓掉，直接PP 被他抓两下就跑掉。哦，那还好，没事没事，透懂透懂，好，马给马给。
好，那我们这边的话呢，赶快再把这些野怪呢都给吃一吃。那这时候呢，阿兹卡在中路准备办事了，是不是？准备办事了是吗？银咒在他的右侧，这时候我看一下，阿兹卡好像遇到两个人，一个一技能挑飞对方的罗，那我大招交起来是空掉，不过没关系，银咒箱很少，我们基本上可以收掉。OK， 普攻就直接带掉。那这时候的夸克呢，还在旁边哦，还在旁边看一下。哦，那这边看到对方的真的这个阿杜温，这个阿杜温，我觉得可以。我觉得可以啊，我还有一个一技能还可以再挑飞一次。 OK， 成功顺顺利利的直接收掉了。那这边这个小野怪再一个制裁给他制下去，那上路基本上剩一个夸克来防守，很难啊，夸克兄想来守是不是很难守啊？我直接搭配我们的快点拆，快一点哦，对方人准备要复活了，我们看一下这夸克丢大招，他被囚禁在里面，我们试试看，来直接一个一技能跳飞大招，哇，罗过来，等一下，这夸克开西了，我们的队友是不是要死光了？这边这一个一技能跳飞之后，罗现在有红 buff， 然后又有这个天堂审判，等一下，这边等一下，哇，但我跟你无怨无仇，我卡枪，不，等一下，我有一个免疫，等一下，哇，我以为我可以逃走，来这边看到对方的特恩纳是直接大招搅起来，他马上拉掉。我也跟着拉掉，他吃了我一套伤害，但是他还不死心，还不走。这边音乐起，我们直接再杀这个阿杜温，但这时候我的血量掉很快，不好又死去了。那这一波你可以发现，对方的银咒呢，已经抵达人生的巅峰了。哇，他又杀掉了一个，哇，救命啊！阿兹卡快跑啊！四连杀啦，五连杀贡献出去了。阿兹卡不会吧？哦耶，还好没死。哦，罗滑起来。这时候夸克呢在塔下直接石化攻石化一波啊，阿兹卡快走啊！哇，阿兹卡这一场表现的不错哦。那这边中路队友遇到麻烦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夸克一个跳飞之后大招搅了起来，是两只坦克，我稍微普攻了一下，被对方射手打到，不过没关系，急速拉掉。这边再一个进场跳飞之后，马上再一个一二技能拉掉。哦，那这一波我就先逃离啊，我想说去上路啊，去上路这个吃吃野怪回点血量啊，推推兵线。那这时候中路好像又准备打起来了，这时候来给我一个气势磅礴的音乐，骗子来直接等一下，不，哇，不会，我左扭右扭，等一下，哇，真的是什么叫做不作死便不会死，大概就是这个感觉啦。其实我可以不用过去了，我可以安心推上路啊。那这时候对方呢已经怎么样，没有视野，所以我们就得拉掉。然后这边快速的我们把蓝 buff 给吃一吃，然后往下路去吃，那可以看到对方中塔一直没推掉啊，但我们塔是掉了不少。这边有个特纳斯哦，一个二技能挑到夸克之后大刀绞起来，但是对方特纳斯我并没摸到他，但基本上他离我们队友那么近还是会死啊，就算了。好，那我下一件装呢，准备要出了一个冰袍，我觉得冰袍可以啊。这版本因为毕竟这个对方有银咒，我如果不出冰跑的话我真的会蒸发，是直接蒸发融化的那一种，很凶猛。夸克想出钩啊，基本上抓不太到我啊，我就算不会玩纳克但也还是有一定的逃跑能力，你看像这个路线是不是，大拉拉的刚才温刀嘞，直接过那个坎直接离开。那这时候队友在中路感觉好像想打非打，那这边对方银咒在下路，我就往上路去清兵线。那这时候呢，镜头呢滑了一下呢，我看了一下，队友好像准备打起来，而且好像有残血。等一下，我是收头大师啊！来，音乐下，来，准备，来看一下这个一剑挑飞之后大招，啪啪啪，棒，杀掉一只之后，马上跑掉，我吓得一个屁股尿流啊 ！Oh my god！ 你可以看到的 ，Oh shit！ 这个太恐怖了，太惊悚了，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讲话，但是反正就是。一次挑飞到三只，大招也打到三只，直接退场，平安退场，好不好？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么简单，轻松 ，easy。好，那这边中路的兵呢，也进去了，那井应该可以推掉吧？井推一下吧，我就先来吃红 buff， 那个就交给你了，那么就边吃红 buff 边回血。好，你们看好，觉得没有？这一场其实队友在打团战的时候呢，真的是表现得太棒了，太优异了，让我有一个能够进场哦收割的一个时机点，真的是 good job， 好不好？我已经准备快要满装了，兄弟。这时候队友在上路打起来，上路一二三四技能杀起哦，细甲。好，那这时候呢我们决心要做一个分推啊，因为我已经发现银咒有点肥到不像话。
我觉得如果银咒在的地方，我就不想打，因为我可能被他收掉。那这时候你看到银咒怎么样？银咒已经往上路跑了，他已经被吓得往上路跑了。下路一定会有人来守。等一下，我不敢过去，因为果然，等一下人太多了吧？哇，我这边不，等，顺利的跑掉。你看有没有？是不是顺利的跑掉？我们这边再找一个机会进场，来这边骗罗开大招的地方。哦，他开了，马上拉掉。这时候银咒抓到我，对，不要把我拉回去，不要把我拉回去。哇，我又被拉回去了。等一下，我这个一二技能直接拉掉。马上的再到中路这里吃一点兵线，把兵线推进去之后，有复活战甲，哇，我们刚刚我看到对方残血，来，这边再一个，你去拿特纳斯，我身上还有复活战甲，那直接收掉。但血量掉的有点多，这个阿杜恩你不可能抓到我了，别想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这边迅速的把对方的中路兵线给他推进去，就这么推进去，再一个卡墙，我再送你一个卡墙了，好不好？我这边在测试那克鲁斯能不能过那道墙，来，我跟你讲是没办法的，好不好？纯粹测试啊，就想说。兵线都已经来了，没差了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一场呢，就到此结束了。那这感谢这一场队友的配合，队友打得都太溜了，才让我纳克罗斯数据好看一点。感谢大家，那我们就拜拜。